这几天天气小风风，带乡亲来去花坛乡，看这个花坛乡农会甲花坛乡公所联合举办2022酸白茉莉夏日赏茶派对甲花坛竹笋节的活动。现场哦，除了有精彩的表演活动以外，搁较有美食以及在地农特产品的展示。去年因为一场天班的爆米花甲竹笋节活动，今年花坛乡农会甲乡公所再次合作，唔呐配合举办，搁较扩大活动的内容，现场是斗得滚滚。请开罐！花坛呢，农会在我们年轻总干事带领的团队非常用心哦，从我们本来的茉莉花，那一开始是没有什么价位的，到现在可以变成无毒有机，而且呢，那不断的在做很多的转化。今天大概大家还可以吃到我们茉莉花的冰淇淋呢。花坛农会表示，花坛是农业乡镇，优质的农产品非常多，包括竹笋、樱桃等等。其中上有特色的就是爆米花，也是全国爆米花上大产区。透过活动邀请大家来花坛游望相馆、啉花茶、食竹笋。啊，咱今年有两大的这个主题的这个活动，就是要送咱的无毒的茉莉花，啊，甲咱乡内又甜啊又脆的这个竹笋，啊，这拢是咱这个季节内底上时行的两个农产，在咱的会场内底有看到足热烈的这个农产的这个推广，当然嘛包括咱的茉莉花、咱的竹笋，啊，佮有咱其他中华优先品牌的这个农产，那有来佚佗的，欢迎买一个咱中华的这个伴手礼。老爹的茉莉花甲竹笋节活动的现场，有精彩趣味节目、甲好食美食以及当地产品。乡农会还佫举行日朝几点的告白典礼。农会唔来照顾农民，退休的老农长辈嘛，同款会当得到照顾。大众新闻丁尚辉台采访报道。